你们更是重要当中的重要。蔡英文要当选，蔡英文要连任，我们民进党也希望在立法院里面能够过半。更重要的，我们要需要有专业、年轻，在国防、外交，在所有国际情势上面非常了解的吴益农进到立法院里面，帮助我们现场的朋友保护台湾，安利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也要为大家来介绍这位。刚才之前有阮昭雄自己是当发言人，还要来选举，接下来这位哈，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那他自己也在这场的选举当中身挑非常重大的责任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在台北市能够夺许淑华这一席，让台北市好议员变成好委员，安利好不好？我们是不是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许淑华？感谢，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小芳，她常常在政论节目帮我们大家一起辩护，把真的抹黑造谣的事情端正视听，让敢让小芳姐、帕姐、婆化姐，谢谢，谢谢小芳。然后在中，所有我们中山区爱护台湾、想跳人台湾、想跳人吴益农、想跳人蔡英文的咱所有爱台湾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感谢我看到你，我刚刚在台下我很感动，这个时阵居然在我们龙兴花园可以挤满到3000多个人，我刚刚你实在真的是太棒了，真的是太优秀，那个给你帕姐婆化姐好不好？真的非常感谢。刚刚在台下看到吴爸爸，心里很焦虑。从14天的时阵，虽然剩14天，我的选区在信义跟南松山，宜农的选区在中山跟北松山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力量，在地方服务13年，我累积了7万多件的服务案件，我至少在北松山，我也服务了将近10000多件的服务案件，我可以一通电话一通电话，慢慢的请人家，请我的幕僚，请我的义工帮吴益农打电话。我的服务不会间断，因为会有吴益农来承接我的业务，也会有吴益农做得比我更棒、更优秀的人前进立法院。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大家讲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北松的部分，蒋万安一点错爱蛋了。他北松虽然是他最好的、最优秀的，很多很多的人支持他，他之前北松拿到很多票，最近我们做出来的民调，北松已经要跟我们的吴益农打平了，所以呢，北松我们都可以打平了。我现在要拼的是中山区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中山区是我们民主圣地，也是我们蔡英文总统拿到最高的民调的支持度。可是我看到民调，我有点失望。我在北松都可以帮你吴益农好好的比拼，而且呢，尤其在民生社区这种眷村地方，大家都还肯支持吴益农，因为吴益农是民生社区长大的小孩，大家因为这一个感情，大概可以转换去支持我们的吴益农。但是中山区，我要跟大家报告，剩下14天，我希望大家中山区不要让我们失望。中山区来的，真的，我们的蔡英文民调非常非常非常高，但是呢，没有办法转嫁到吴益农身上。看了会让我们失望哎！在座我们所有中山区的朋友，大家会不会让吴益农失望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会，要拜托大家，从14天的时阵，14天，我希望未来14天我看到的民调，一定是我们中山区紧追着将我们的蒋万安拉下来。我告诉大家，要拜托，因为我们的中山区现在目前的状况非常紧张，所以呢，国民党现在开始很多的抹黑造谣都开始。还好我们宜农还有没有太多的问题可以让他们抹黑造谣，所以他现在只能攻民进党。
他没有办法攻到吴育农。可是呢，吴育农告诉大家，他回来台湾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回来台湾？为什么要舍弃高薪回来台湾？为什么回来台湾要到国安会里面工作？为什么？他为了就是要保护台湾，要保护我们台湾人民，保护台湾这块领土，保护所有爱台湾的所有的朋友。所以因为这样，我们更要支持吴育农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大家说对不对？所以我要拜托大家，在这里，请大家每个人都担任吴育农的总干事，每个人只要一天帮我拉一个五票，一天只要五票就好，不管你去哪里，只要打住五票。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在地，我后来发现很多各个台北市吼，专台湾吼，专波人都想要帮吴育农倒票啦，但是他们户口都不在这啦，所以呢，大家不要担心。你们虽然没有办法帮吴育农投票，但是你一定可以帮吴育农拉票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家把 LINE 打开，把你的电话簿打开，把你所有好友的名单全部打开，看看谁的户口就在我的中山区跟南市跟北松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帮吴育农拉票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帮吴育农来催票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帮吴育农鼓励加油，好不好？在这边要拜托大家，我虽然在那边跟费用泰已经到黄金交叉了，已经到黄金交叉了，我相信吴育农可以在这三天的时间内，我们再来这个礼拜做出来的民调，他也可以跟蒋万安黄金交叉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来一个好不好？因为昨天赵少康还说，你们这些民进党，台北市八个选区民进党，你们卓荣泰主席非常乐观，他们说还差得远呢。我们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们民进党真的差很远，我们也不要让他们来看衰我们这些优质的立法委员候选人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支持吴育农，让他进入立法院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大家说好不好？在这边我不再说太多话，我希望回去大家就是拉票，就是催票，就是顾票，一定要把票催出来，大家说好不好？不要让我失望。我在信义区已经拼到我已经瘦了3公斤，吴育农瘦了7公斤啊！我们两个一南一北已经很努力了。我相信大家都看到我们努力，对不对？大家也看到吴育农的努力，对不对？大家也看到民进党的努力，对不对？所以拜托大家回去帮我们催票拉票，好不好？好。在这边也谢谢大家。最后我真的感谢在场所有的好朋友，我看到你们真的很感谢，谢谢你们继续跟着我们一起爱台湾，谢谢你们。我们不要因为中国的压力，我们台湾人不能抬起头来。我更不希望台湾人是跪着去赚钱，我们台湾人要勇敢向前的，好好的去赚钱，走大路，走大门，好不好？拜托大家，许淑华在这边拜托你，吴育农比我还要重要，希望大家让他前进立法院，进入立法院。1月11号，我要看到你们这边开出来的票，尤其是中山区的票，一定要比我北中山的票还要高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来，许淑华，许淑华，许淑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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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下，刚下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许淑华加油哈！许淑华，我们看到他过去在台北市议会当中，他身先士卒，对着台北市长提出了非常多非常精彩的质询，咱嘛希望未来会用在立法院内底，除了吴育农，咱嘛看到许淑华这么优秀、这么优秀的年轻人，不是帮亲中的国民党发声，而是帮我们每一个人最爱的台湾发声努力。阿弥陀佛！说到为台湾努力，老实讲。真有真多真多的前辈，因为恁的打拼，所以今仔日，咱有法度叠加。不管讲投票是投予总统，还是投予立委，甚至是投予政党，
那么因过去因的打拼，那么因过去他们的努力跟付出，我们台湾今天实在是看到了香港会让很多台湾人很害怕。现场有非常多的年轻人，我们接续着我们长辈留下来给我们珍贵的民主，我们在我们的手上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它，好好的保护它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来介绍这位贵宾，他在台湾的民主历程上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刻，他在我们台湾今天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，可以有大家爱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的言论自由，他做出了最大的奉献。咱是不是用上盖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叶菊兰？各位咱中山区每一个好朋友，大家澳门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泰加澳门泰加好。我很久没有看到我们支持者的热情了，我现在看到很欢喜耶。就像刚才司仪讲的，其实我30年前我第一场的公开的演讲，我选立委的时阵，都无人要借场所给我，敢那龙兴花园，迄阵大权令先生，伊伫一个游泳池遐，伊讲我即块会当借你办演讲会，所以我选前差不多一礼拜，我拢伫龙兴花园游泳池遐，每暗，敢咱坐坐，咱听说台湾的民主前辈。这会讲出咱对台湾的希望。啊，今仔日搁徛伫遮，理论上我是伫想，咱啊着拼遐侪年啊，会当少年人拢出来啊，咱着足放心的，无问题。那足欣慰，啊足侪足优秀的出来，总是啊算计出来，我听讲。啊，咱的竞争对手，啊，佫有真袂歹的势头，尤其是30年前，咱拼的是拼民主、拼自由，咱即摆拼的是拼啥？咱拼的是要拼保护台湾，无要让中国退去。所以，各位，宜农今仔日伫遮。会当吸引哈尼济咱中山区，尤其是咱滨江、咱这江山、江陵里、咱这这岛屿啊，每一个人好朋友来遮，三角来关心，表示咱每一个人对台湾的将来、将来前途拢非常非常关心，对不对？宜农代表着咱新的世代、新的希望。30年前是拼民主。30年后是拼自由，会当继续伫台湾，予咱的下一代自由呼吸无？咱的囝、咱的孙，咱敢会当免受着亲像香港的少年人安尼的惊吓？咱的囝、咱的孙，敢会当避免中国甲咱的吞打？30年前，咱抗争的对象是一党。永久执政的国民党，白色恐怖的制造者国民党，30年后，咱面对的更加厉害的竞争对手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这边的选举，拢要站出来，站出来来保护台湾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就是安怎？理论上，这舞台是少年人的舞台。咱有缘徛伫遮，来呼吁咱听这个土地每一个人。各位，中山区一向拢是足深、足深、足深、足疼台湾的人，对自由的追求
嘛将真勇敢付出的咱的社区的朋友。我过去伫遮选举中山区，我普通拢摕第一名的选票，选立委的时阵，但是我这边嘛，我听讲，咱这个位啊，中山区竟然可能是北上山嘛，我惊一下，我讲靠可能。咱中山是上深上深上深的对台湾疼、对土地疼的一群人啊！所以我今日要甲大家拜托，选举出无偌久，咱三个共同每一个人转去，甲咱吴英龙这个少年人，咱来甲伊投邮票。你想看卖，一个少年人，啊，又美国籍，放上。来台湾，讲我来要来做兵，我做兵我都要做陆战啊呢，陆战队呢，迄是上困难的。伊讲哦，啊我定下来一个使命感，我想要保护我的国家，叫台湾，我要保护我的国家，所以转来啊拼一赌的啊，啊伊嘛知影这赌就歹拼的啊，对方是啥？怎敢会后代了？怎敢会后代嘞？啊，你想看麦？咱台湾人伫遮，经过遐尼长的历史，咱游玩，哎呀，怎敢会后代来遮代替咱的国话吗？各位好朋友，咱宜农论少年，比人家少年，论缘投。那比人家缘投，对不对？论勇敢，我比别人较勇敢啊！你也来问看麦，你有美国籍？马英九的囝、查某囝，我伫美国，伫做美国人啊！啊，咱这个是会当做美国人，我一直走转来做兵，讲我要保护台湾，关心国防啦！啊，这种的囡仔，咱敢会当无要甲伊支持啊？各位，咱要甲伊支持无？咱要用力甲伊支持无？咱要用情、用热情甲伊支持无？各位，这场选举到最后，咱爱予蔡英文总统会当继续连任，来做国会继续过半，来把他想要改革的继续改革下去，把他还没有完成的，比如讲咱家老人啦。我即卖上关心的，啊，咱老人的照顾，啊，蔡英文总统的政策做啊足详细的，咱少年一代囡仔唔敢坐囝的问题，咱蔡英文总统的政策嘛讲啊真尽足，所以各位国会继续让民进党来最大党过半，好不好？吴英龙让他进去，代表我们年轻一代台湾人的精神，好不好？让蔡英文连任，好不好？进党票，14号，唔通袂记哩。政党政治民主进步党一票，甲大家拜托，多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叶菊兰。刚才。我跟他。